爱情和生活不应该是两件事情，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老公。哎，爸。哎呦，可算回来了。谁能想到我最爱的小疯丫头现在成人小媳妇。我回来了。放在桌子上。这么些年我们家小雨的心里除了我也就是你了呀。哎呀，随便一拍都这么好看。不好看揍你了。我先把三杯先喝。我替他喝吧，我替他喝吧。那明天换我做饭。你就做一天啊，那你起来。那做一辈子。谁要跟你一辈子啊？想你。嗯，我也是。怎么又没电了？明天再说吧，反正都要睡觉了。谁要给你睡觉？又不洗澡。我能给王丽金一个假？可发誓吗？三年内不结婚，天打五雷轰。好玩是吧？把手给我放下。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能够坚定不移的爱一个人，足够惊天动地。恭喜你啊，这么年纪轻轻就找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